幸福中国四大佛教名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小编 Steven 为你现场报道。今天是2017年2月15号下午5点的部分。眼前所看到是在整个陕西省的省会西安，正前方就是整个回民一条街，看到熙熙往往的人潮，人潮真是络绎不绝。可以看很多的陕西的特产，尤其是biang biang面、山楂糕、金花糕。